过来。你抓我干啥呀？你就好好说嘛。说你是猪队友，猪都不愿意。我上辈子是刨了你们家祖坟吗？你这辈子来找我报仇？老周，你别生气啊，你冷静冷静。你想啊，现在有多少人不想努力了呢？被富婆看上，这没什么。硬件条件优秀，交班两门槛很高的。你不就……老周，我没那意思，你别多想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？去周青言，我派人帮你收拾行李。啊，别，我自己可以收拾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啊，别，在合同履行之前再给我一点时间吧。那你要多久？三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总行了吧？来回路程还需要时间呢。那好吧，就一个小时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周星爷。我在家等你。你去帮我收拾行李啊。石总，刚到的照片。流浪动物救助基地。石千金去这儿干嘛？据说是所在地界的土地项目提前动工，导致他们无家可归，然后石千金就买了一块地送给了他们。这石千金跟他们什么关系啊？暂时还不清楚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公司账上今晚有一笔汇款支出，签字的还是石千金本人。行，继续查，他的每一笔支出都要向我汇报。明白。3 2 1，千金，他们到了。怎么沉？一个小时，很好，我没有迟到。嗯，很好。那我先去帮他们安排一下。嗯。助理，老周，你把他行李放到我的房间。你别瞎说。辛苦你了，去吧。老板，老板，你这是入赘豪门啊！我去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账我还没给你算呢。出身微寒的男主，嫁给富商大小姐做赘婿，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帮助大小姐实现了一番大事业。我去，老周。这就以你为原型的呀，你一定把握机会，说不定这次就是你改变命运的重要时机。你要是这么喜欢他，你怎么不留下来？你留下来，我留下来。我不，我要我的女神朱莉。好了，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送你。嗯，我去送你。啊。这把握时机，拜拜。哎，来。
郑烈，陆郑烈，陆陆凡，钢铁侠啊你！铁头女吗你？保持距离。不能超过两米。过来。这个要我陪你进去吗？想什么呢？我要洗澡，你自由活动。流氓？不是你让我跟着你的吗？保持距离，不能超过两米。你干嘛呢？进来睡觉啊？我不进去。进来吧，进来。是姐姐，你不能这样。你这合同里没说要睡啊？而且我从来没有进过女生房间，我们这孤男寡女的怎么睡在一起啊？这，我要保护好我自己，我不能跟你在一张床上睡觉。你把眼睛睁开。我不。你睁开。我不睁开。那你站着吧，反正又不是第一次睡一起。我是那张床。啊，不是一张床。想得美。关灯了。哦，晚安。
周青言，起床，培训。培训。你因为某些不可抗原因，与石总签订了高级生活助理的聘用合同。为了让你更快带入角色，石总特意为你定制了入职培训。我不需要。那好吧。这什么？这是石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习惯总结，你要尽快背下来。这么多？嗯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。作为一枚合格的生活助理，你首先要注意的是着装要简洁舒适，便于活动又不能过于随意，品味看起来在线又不能过于庄重。我石总的时间每天都是有严格计划的，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，所以作为高级生活助理的你需要配合他来节省更多的时间。工作的内容我会负责。时间精没有吃早饭的习惯，所以你不需要准备早饭，但每天早上你要准备这些，具体内容我放在文件里了。石总每天早上会喝一杯咖啡出门，用85度水冲泡，放凉至55度饮用，每天早上7点准时将咖啡机定时，整整慢了15分钟。石总的每日日常除特殊情况外，全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中，每日按照时间表严格进行，禁止超时迟到。生活助理掌管着老板的生活起居，所以你要对老板的习惯以及爱好了如指掌。矿泉水要冰水不要热水，冰箱冷藏3度制冷，要果蔬不要宵夜，不要零食不要早餐，最喜欢的颜色是淡黄色，最不喜欢的颜色是荧光绿。洗澡要用恒温38度的水，应酬要带固定牌子的酒，不同牌子的衣服要送到不同牌子的干洗店。和石总的距离不能超过2米，从现在开始你要习惯这个距离。石总每天早上会在 iPad 上留下今日 look， 你需要找到其中的单品，然后把它挂在衣架上。需要熨烫的要提前熨烫好，这里是熨烫方法。衣服呢，按照材质不同分类。哎，不许摸。那我怎么？这里是包包，每日按照服装进行搭配。这款是石总最喜欢的爱马仕 Kelly， 平时他上班常背这个。这些呢，平时他也不常背的，可是你还是要一一记牢。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的摆放顺序绝对不能错。这款是我跟他的闺蜜包，他有一个，我有一个，我是红色，他是白色。这些呢都是他买的新款，你要记得定时保养、清理，一定不要忘记摆放顺序。化妆品也要按照使用顺序摆放好。石总的习惯顺序是：粉底、散粉、眼线、眼影、高光、睫毛夹、睫毛膏、口红。轮到你了。什么？这个，这个，错。这里是首饰和鞋子，需要定期保养和清洁。
麻药。拉椅子，放药，拿水。拿咖啡。拿过去啊。师座坐好。师座好。师座好。师座好。第一张照片是我爷爷石清景，他创建了夜景集团。爷爷一生兢兢业业，管理公司的宗旨是谨慎选择、踏实落地、合作共赢。中间的是实业，我父亲老石总提出大胆跨界、资源整合，将公司的业务拓展到现在的规模。那你呢？我夜景集团现任代理董事石千金。朱莉，准备开会。走。
谁啊？啊，这是我新招的助理。我们开始开会吧。河阳项目的企划方案我已经看过了，方案必须再次修改。他们的要求比较高，那这个时间不够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要启用 B 方案，周一再约他们的时间。下一个项目来跟我汇报一下。石总，辛总那边对方案不是很认可，所以合同还没有签。辛总那边的合同尽快落实，我们现在不能只拼价格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嗯，我明白。是，你们几组要整合细化一下资源，辛总对我们的企划很有信心。要不分组吧？可以。这不胡闹？行了行了，快坐下吧，坐下吧。今天下午两点之前，我必须要收到你的修改方案，让朱莉放到我的办公室就可以了。我这都没用。石总，那我面试啊。就按你们说的去办吧，我觉得很好。两米。石总您来了，还是老规矩。嗯。两米。不行吗？周贤，咖啡。嗯。周贤，咖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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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让我做的我都做好了。好，今天先这样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辛苦了，我的女神。好漂亮呀。怎么样，今天累吗？累死我了，多亏石大老板仁慈，先放我下班了。可辛苦了我的女神，累坏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周青岩可被折腾惨了。怎么，豪门赘婿不好当啊？嗯。那他还好吗？哎，现在呢，我可管不着他了。人各有命，自求多福吧。怎么了？你有事要忙？嗯。忙着追你啊，走，回家。
些数据很难记吗？你为什么会记不住？作为公司的决策者，你的能力就这么一点吗？你是我唯一的继承人，你要是再让我看不到一点点进步的话，那我在这培养你简直就是浪费时间。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价值？下班了，回家。你的好吃吗？好吃啊。一个味道的。你看着流星坠落到深海，我在海平面找到的存在，会覆盖，愿我超载，我的花被一起牵手走在这片海。你去洗吧。在这干嘛呀？必须保持两米距离啊。喂，快来救我！啊？怎么了，老？别叫我名字。你现在是不是和朱莉在一起？
你赶快过来救我，你别让他知道是我给你打的电话，你赶快编个理由来石倩倩家，想办法把我弄出去，我快，你兄弟我会被搞死了。不至于吧，这么严重。但我现在啊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你赶紧的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就把你那些五彩缤纷的激情史全部都告诉朱莉。哎呦，这么严重啊！行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那个门被反锁，我打不开，你在楼下等我。好，好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亲爱的，医院突然说来了一只大狼狗，突然急发那个脑炎，需要抢救，口吐白沫，用头撞墙，需要我回去加个班。那你赶紧去呀。嗯，都什么时候了呀，你赶紧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那我去了就回来。嗯，对不起啊亲爱的，等我，马上就回来。救你了，太好了，在哪儿呢？看见我了吗？我就在下面啊。你小点声，你。哦，那你看见我了吗？在哪儿啊你？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你走错了，不是那个，这边。那边。哦，好的，老周，等我。哎，反了，好了，反，我这就来。猪。哎呦！
上，你竟然告诉我，能有什么办法啊？为什么走门呢？我都跟你说了，门被反锁了，打不开。不是，你可以告诉密码，我从外面给你打开啊，也不至于非拉窗户吧？有密码的话，我能打不开门吗？哎呀，你别废话了，赶紧的吧你。看见什么呀？你刚才说的啥我都没听见。我说找猫，马爷不见了。哎，老周，你这豪门赘婿的生活才几天啊，就受不了了？你快点走！疼。这一次奔向你。